感谢你，感谢你的爱，让我们彼此大家一家人能够连接在一起，然后在这个非常娱乐的气氛下，也是非常有荣幸能请到各位至亲的家人到场，一切感谢主的带领，未来我们也会非常的努力，一直不断的往前走，感谢主。好，谢谢。好，那么请各位用餐啊，请各位用餐，餐点都是由他们来配的哈，各位请自由用餐。